回，哇，掉了！太聪明了吧？那个饵掉下去，马上吃掉哎、欸！那、啊、我这个在这边飘，不咬呢？看到线跑掉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超聪明的，哎、欸，咬空钩，咬空钩啦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Victor， 今天带我们家老大哈，我们老大嘞，跑来那个法子溪钓鱼啊哈。啊、因为今天有点小雨，所以我们选择在桥下这边休闲一下就好哦。啊，这里蛮多人在钓了啦，然后主要的鱼种也是无锅鱼跟红魔鬼这几种啊，有时候运气好还会钓到大只的呆啊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来试一下，看能够钓到什么鱼。啊，今天哦，我拿我女儿给我的工具箱啊，这个这是她装玩具的工具箱，啊、还有这个玩具钓竿，都是小组的东西哈、哦，准备来玩一下。这个杆子我拿出去用过很多次了，它基本上是可以钓的，但是、哦、如果太大只，还是有机会断掉，好不好？啊、今天的饵啊，就是用这个吐司，然后我有加调味料，调味料是什么你知道吗？就是我们店里面在煮锅烧那个锅烧汤粉哦，这样不知道行不行得通，搞搞看再说、哦。不要太大块，小一点。好，就这样，试一下、喔。哎哎哎，追！我看得到鱼啦，所以就，哎、欸、哎，抢、欸、去了，退掉。马上来了，超快的啦，立刻呢，你要玩吗？拜拜，跳跳，醉了，好了，我们继续哦、喔。好玩，好玩。可以不用勾太大哦、喔，因为那个鱼本身它就不大了。如果我要钓红魔鬼的话，啊，再来就是我加调味料，那个味道哦，香的嘞，真香。来，再来。水还是太急哎！哎，中了！小只的红魔鬼，好可爱哦！你看，红魔鬼咬吐司呢，有加那个鸡汤粉就是有用啊，稍微有点车味啊，车味。你要带我去养吗？好，拜拜。啊！回，哇，掉了！太聪明了吧？那个饵掉下去，马上吃掉哎、欸！啊，我这个在这边飘。不咬呢？看到线跑掉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超聪明的，哎、欸，咬空钩，咬空钩啦！怎么回事？拜拜，咬空钩。我再试一次看是真的还是假的，居然咬空钩哎、欸！
回。喂，太慢。看到线跑掉呢。哇，聪明！大鲤鱼来了，好了。哇，看到线直接得退路，聪明成这样。哎，中了。我现在都没有在看浮标，都在看我的饵。太聪明了啦，这里的鱼。来，再来。哎，没咬到。哎，中了。哦，这只就是冲过来直接咬下去那一种啊！骗到了哈，这边好玩呐、啊，但是不好骗，讲真的不好骗。拜拜，各位有没有看到我老大在那边？他不想玩啊，不然我是很想给他玩。没法得，兴趣不一样哈。咻，咚。下去，哎、欸，没有，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可是这个怎么不太会冲？哎、欸，掉了，哦，哎、欸，哇，下去了还没有，哦哦，下去，哦，大尾。大尾，大尾！哎呀！来，再来哦！小块的吐司。喂，下去一直咬，哎，中了。这个还蛮快的。快速，哎、欸，便利，感谢你，拜拜。有没有这个丢远一点，鱼就比较戒心比较低了。那这个吐司吼，你们可以像我一样啊，就是回去啊，给它加个那个鸡汤粉啊，给解车逼了，红魔鬼也有机会咬，好不好？你要玩吗？嗯，很好玩哎、欸。搞了好几只鱼啊，哈，钓五只，你有算哦？靠！哎、欸，啊对啊，要给你玩的，我自己玩干嘛？拿去，我看你怎么荡，你再荡一次，我看，卡住了，拉长一点。走到他前面了，然后再后面一点，走后面一点，用荡的荡出去，荡中间荡出去。你的饵往前跑，杆子再往前带，饵往前跑再，不是啊，这样，哎、欸，看我，放开再带出去，放开再带出去，放开再带出去啊。这样子也是可以啊，就是有点憋气。快点，丢前面一点点就好。稍微有一点点距离就可以，一点点就好。这里，直接丢出去，快点，把鱼骗过来。Nope， 太远了，太远了，我耳丢这边，你丢那么远。
前面这里的鱼都在这里抢，你丢那么远干嘛？重来，快点，重来啦！就跟你讲，我丢那边，你就丢那边就对了。你看我，你先看我，你先看我，看这里，这里，丢这里，赶快丢，丢！哦，我魂体摇摇。拿起来，拿起来，拿起来！哦，你把线没打开，手放开，你手放开，手放开，我放开，好，一二三，丢。拉拉拉拉拉拉！我真要昏死啊！受不了呢！张老师，快点这边，这边饵拿来，饵拿来，饵拿来！放开线背，放开线背，放开！关起来线背，关起来！拉拉拉！拉拉拉拉拉！哇！你慢慢玩，我还是要去丢我的路亚好了，受不了。雷蛙哈，这边一定有理科了，一定有，试试看。这边，哎，我，我哩嘞。啥情形？再次，再次！炸那么大一下，空炮弹，傻眼！有了。我刚好读到三秒，好像没有哈、哦。哎、欸，没了。回来去教老大钓鱼，我不然待回去要跪算盘。好了，我教你了，我不钓了啦。教你啦，那个鱼要用骗的啦。就是要用骗的齁，好，再一次，再一次哦、喔，这个吐司快没了，骗鱼，先没打开了齁，对，下去马上就拉，也要看鱼啊，看浮标。拉，虫丢了啦，来，给我，给我，给我，好，骗不来吗？可以吧？可以，要来的了。开开开开开开！哦，搞半天终于搞到了。不会拉着，好拍张，给阿伟羡慕一下。各位，这边真的是放风的好地方啊！然后我们大概在十分钟就要去接小孩下课了哈，啊，我就先把后面的东西一收一收，今天就先到这边吧，下次见，拜。啦啦啦啦啦！好，你拿着拿着拿着，好，对，最大条最大条，来拍一张。